朱军，哇，三十个直接，哇，出了一个劲儿，哇，强烈性，这很强啊！买一个召唤令，买一个吧。好，买完了，哇，各位，这哇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多了个刑天，连击加二点二，还有一个第一回合或二十的闪避和吸血效果，风筝，哇，等等等等，再来，我靠，爽！这个直接，这个别下吧，下后面的吧，下后面的这个下了，这个下。好，上个红，上个银，上一红，上一个这个，可以的呀。哎，灵之先兑换完是吧？你不是灵之这个东西永久兑换的，买了，这个可以。哎，买了再刷，走你，走，又有十次刷新机会。我再要抽个银龙，你给不给？加点收青龙，你要不要买了？不抽，不要，不买，我们买不起。银龙，银龙，银龙，青龙了，干了吧！我就是说，点收青龙不买。青龙要买，各位。青龙不需要，因为它是长期玩的大客，我们又不是长期玩，对吧？我们就买硬龙，能升个星，不错了。虚伪基金先领取。哎，给点这个钻石没有作用啊。买，这样吧，买，你先买。前面没有一个不买的。你看吧，没有一个不买的，全是还买。买这个没有用啊，他这个协同的话要等到二十天之后才有，现在就只能上一个。没有一个说不买，那我们这个青龙就白搞了。没有一个说不买，但凡有一个拒绝，我这有一个不必要的。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我说真的，镇妖塔基金，镇妖塔的这个基金呢，其实啊，他们只要青龙、硬龙合体，那两个有羁绊，没必要买浪费。这个镇妖塔，这个是刷这个神兽是必须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怎么才到二杠？哦，镇妖塔，这个要买吗？钱都不够了，我靠！现在多少下载了？应该很快，773，好，八百我们就买那个灵芝，200块钱不好挣，希望各位水友鼎力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我们家的游戏，谢谢。这令人眼馋的120、198，给70个灵芝，还有700抽，现在我们总共才只有900抽，再加700抽，我们估计能加很多很多战力啊，就看各位能不能给个面子啊，850了是吧？谢谢各位的下载，就正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，我们再莽一个198好吧，在这儿看，好198买一个这个灵芝，没有钱了，好，今天下载到1000。我们就给大家拉那个青龙，这个炎天师一直在揍我们，他200万战力是吧？这个炎天师他一直在揍我，我们拿这些东西去揍他，现在他200万，我们140万怎么办？先打这个镇妖塔，打到打不过为止。然后我以为你想说冲他两顿，打完这个镇妖塔，拿了这个灵芝，我们就去冲，别着急。那个炎天师他针对我一直在这打我，操！谁知道你啊？因为你分别哥还把你打下来，他就第一了呀。这人有问题，他难道不知道我不好惹吗？各位，如果我待会搞一个青龙，能加战力吗？第一化神是吧？化神就化神。我这还有3400个桃子没有用呢，谁不是化神啊是吧？好，又可以斗法，这些事情都需要我做啊。斗法每次都在打，一次斗法你们一次性做完120万的战力的斗法多打几次？我打他虽然他120万，我140万，但是我好像很碾压他，有效果啊。然后一下子把他啄死，我靠，我们这效果是很强的。这炎天是，我是第几名？我是第六名，我不是第一名，他逮着我一直打，我靠，啥也别说了，主线不做了，主线不做了，各位，我们就把这个镇妖塔先打了。灵脉呢？灵脉马上升，我。1600次灵脉，我待会儿，我这游戏有这三天就逮着这个炎炎大师揍，之后这个游戏我疯了，我真的游戏不赚钱了，我就是只要能够勉强把这个工资发了，把我这个每天吃饭的钱能维持住，剩下钱我就冲游戏。各位，那个人被我盯上了，他准备死吧？我靠，大哥，你不欺负我，我就随便打打你还行，你还能在这个去玩一玩，到时候给你就是莽就完事了，我就有对手了，本来还没有对手的，我是觉得你区200万战力，这算个屁，等我揍他。900下载了，哇，很强，再来50个就可以了。我操，这么快，945啊，945了，各位再来5个人，走吧。我靠，这猴子这打的好惨，听到他这家暴的声音了。这青龙买一下的话，我们就是仿试，差多少个？没有，差500个，多了，没关系。召唤青龙，弱化爆伤是什么？弱化爆伤加6，应该是使对手变弱吧？我猜是这么个东西。他的属性是比较多的，这我们再刷新，再刷青龙，硬龙出了，来。这是买200个吧？600多，好，500多，好，硬龙直接出了，这算，我刚差点点了个刷新，我看到你点了个刷新，我手残了，我操，还好，青龙上硬龙先升个级，先吞噬，先升3星，升4星了吧？哇，他也是三星，然后硬龙的话，青龙怎么上？硬龙怎么上啊？协同先放生嘛，点上阵，点先上阵，哦，降了6万，因为他没有养嘛，这个升级的话，上这个吧，上我先重置。上硬龙，先把硬龙重置一下。为啥重置啊？他返还100万啊，但是他花200万。对啊，这个我们就升谁？我们就升硬龙吧。直接上硬龙吧，直接上硬龙吧。协同，等下再上放。协同需要多久？协同需要二十六天，二十天。后期两个都可以上，我们就升，我们就之后就搞一个青龙就行了。硬龙我们就一直升。好，这升级，升完之后，现在来搞点这个吧。被你们坑了。先开悟，
哦，92个灵石，现在悟性200多了，我们悟性290了，290直接哦有出红色的概率了。先来，先来，现在先用应龙，好，直接替换自动。各位，我们先用个500个，好吧？先加点战力，先把这些战力加上去，这能加很多战力的，需要点时间。你看，直接加3万，加4000，各位你看150万，马上就到了吧？好，紫色出来了一个，感觉橙色才行，我加8000，直接加4800，这个加好多，这个跟洗钱一样的。我们才花了多少个？还有1600个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花了12年花不完呀！150万，各位，你们帮我想想，我这今天要怎么样升到200万战力？怎么超过他？这个坐骑在这儿买了，这些都买吗？没用，不简单，你这个，那这个我能升一个吗？是能进阶，能进阶一个，抗暴击的那种葫芦嘛，就是那种葫芦能进阶吗？进阶他需要这个东西。天天的，一点他就是68的猴子。哇，这游戏才不要的，是想着说你要啥，你点啥就给你跳啥现实出来。1050个下来，每个人都点一下，好吧？冲一个68，剩下就坐骑，看看能加多少战力。你们都说这个坐骑能加很多战力，我们看看能加多少，到了是吧？好，68买40个，哇靠，今天这个钱花了好多。12了，就剩葫芦是吧？就这些葫芦。是哪一个先？这个到时候能还原吗？还原不了了。对啊，大家确定一下是哪一个？就搞葫芦呗，就进阶，也都买了，加了20万啊，加20万，咱们去揍刚才那个人。够用的哦，够用的，一个进阶全部都有。我们去买点仿生的这个更金啊。小罗拿技能没有、哎、啊，更金没有啊，更金只能说你吧，这里这里128才能买了。各位，幻彩，哇，我也是至宝，不是，这是品阶是至宝、啊，问神级别的，闪避是11.7，我靠，加10000。这个数你看，问神至宝几率是1/1000啊，1/1000的几率竟然就出了。天师哇，直接加2万战力，这完美的，哇，直接加5万，什么鬼？196万了，换了两个好人，把那个低级的怎么刷新？我刷新一下，炎炎天师给我出来，我先打呀，炎炎天师给我出来，应该不够吧？我们应该排行太低了，我们积分太低了是吧？好，等等看，刚才怎么突然间变那么强了？怎么装备应该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装备？跳了个大阶段。再来了，就一个炎炎天师228万，打得够吗？是这样吗？打他压倒，哎，闪避，我闪避了，他回血，不要脸！我操，他这个输出确实可以啊，主要他先攻击的，我后手我哎闪避哎可以，很难受啊。好，我血满了，记录里面看是吧？啊，连击哦，记录里面可以回击的，别着急。行啊，我操，我直接给啄死了，牛掰！我靠，我给他啄死了，别着急。这日志里面我可以把它啄回去的，别着急，现在还不稳，大家赶紧下来，你们下载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买一下就可以了嘛，简单。小应龙，别打这个，打真妖塔，真妖宝塔先打着。我靠，刚才那一下子我们这个应龙好强，就是因为三星应龙很强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和我玩。1098下载了，再来100个下载，我们刻那个198给大家看啊，谢谢各位，这个还不够，冒险5-4还差3关，打不够啊，给我这龙还没出大招呢，我怕他不出不了，我就知道就出不了招。打不过提醒我要搞了一个，没关系，上一装备加多多战力再来。哎，这不就过了吗？5-3 5-4走你啊，这5-4那么难吗？一下子把我掀翻了。哇，先天的银神加56，我操，先天没有，这怎么那么强？那直接就可以打过了呀，刚才5-4打过就出一个好装备是吧？看一下上面的本副出马，马上差点被死了，差点死了，直接渡劫怎么站着了？还是坐着的，这猴子不一样了啊，有金箍棒了，那衣服上是师傅给发的。精怪出前期那个扶桑前期无极是吧？好的，精怪我们看一看，加34000吗？还化神前期了，各位，